心对境不动人啊，咱日常生活的境界，听、看，心未对着声音、景色而移动，这实在是难。咱坐落来，静落来，咱听着伫内底电风的声音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外面有远距离的车声，近距离的车声，实在是在咱真近外面啊，树丛叫叫的声，这种声音，不管是伫啊远伫近，咱拢总分得真清楚。咱去家分别，这个车好亲像一个真远的声，咱的心呢，都已经懂得远去啦。去家分别，讲这个车已经我来近啦，那么咱的心啊，就懂得近的境界。或者是听到微微电风的声，那就是啊，在真正的境界，还是听出了微细的声音。总共一句，咱日常的生活，在这个生活中，无离开声甲色。声音，咱不管是，就是对着声音伫咧动咱的心，咱嘛是啊，对着这个境界的色彩，形形色色伫咧动咱的心。看，这就是啊，境啊，不断伫咧转。咱的心嘛，嘛是不断对伊动，所以讲心在境中不受境转，这真正是真难。在佛典中啊，有安尼一段的故事。这位国王是真虔诚的佛教徒，常常听佛说话，伊真无法度通理解，要安怎让心会当静落来？有一天，伊就向伊的大神讲：安怎样一人袂去受外面的境界所影响？有的大神就甲讲：无可能的代志。其中有一位大神就讲，有一个方法，国王该试验看卖咧。用什么方法啊？大神就讲，国王不妨啊，用禁忌就爱处死刑的犯人，该叫出来试验，甲伊放出来，甲伊讲一碗盐。把他放在头壳顶，那下当无抓出去，下一集嘞免死的罪，我想伊一定会真用心。国王就讲，伊那下当有这种的功夫，静静不动心，也计达得解下面的罪。就安尼呢，把死刑犯啊叫出来。国王就安尼讲：“你是不是啊？有想要救生？”这位死犯一直向国王叩头。
果那会当互我再重生一次，我一定会当改过自新。国王就讲，要救你的人唯有你家己。我用一碗油放伫你的头壳顶，你若会当让一碗油无有一滴作出来话哩，就会当好好写你的死罪，让你自由。这是一个救生唯一的机会。这死犯啊，接受啊，开始就把一碗油倒个满出来，放伫头壳顶，叫伊伫街仔路行。国王呢，派一挂乐器，在迄个街仔路边跳舞、唱歌，一挂乐师啊，也伫迄个所在伴奏，甚至呢，也有杂技啊，伫迄个所在表演伊特技的功夫，拢甲伊展现伫这个街路边的这个死刑犯头壳顶着一碗面。就是真正的用心啊！在这个面头前一条路，甲头壳顶一碗面，这条街路啦，囝仔头啦，来到国王的面前，国王叫人甲伊验看卖的，竟然无有一滴去互伊流出去，这是真正一分的功夫。国王问伊讲：“你拄只伫路边伫咧行，你听到什么声？看到什么物件？”我无听到什么声。国王问伊讲：“遐个乐师伫迄个所在奏乐，你敢无听到？”我真正一点仔声音都无听到。国王讲问。乐器啊，在那个所在在表演，你敢拢无看到？遐尼正多的美丽啊，你拢无看到？真正我无看到。迄当阵，你心在咧想什么？我心什么都无想，干那希望会当头壳顶一碗油，一滴都唔通去互伊流出去。这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国王听到，真正是真感动，真正赦免伊无罪啦，可以有一个自由的身躯。这位重刑犯会当得到了死罪赦免，会当有再生的机会，这一次伊真正改过自新啦，因为伊知影人生难。这呼吸自由、行动自由是偌尼正宝贵啊！恶有恶报，在外面啊，挥挥三座啊，惹来了这尼正大杀身祸端，伊真正满心忏悔，所以伊就到佛陀的面前。忏悔过去的罪恶，甚至求佛陀会当予伊出家。佛陀就讲：你修行哪会当亲像伫迄当中头壳顶滴着一碗油，予油拢无有流出来，这个功夫时时用伫你日常的生活中，你修行啊的功夫就得啦。咱从这段故事啊，咱会当去体会，真正人要讲对外的境界拢总无影响，咱的心真正是真难。但是呢，求生的心切，人若是伫迄个生死边缘的中间。在那里在挣扎，只要有一线的生机啦，那当时他会当跟我说，这样紧紧地把握着他，这就是这位要求生的人的心态。
己是生命，会当通永生吗？不可能。咱这当中上重要的要记的呢，是慧命。慧命啊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。要安怎让这个慧命呢，会当通时时展现在咱的面头前？这个慧命啊，不受外面的境界把我们污染，这个就要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好好来磨练，好好把它保护着，保护着外面的境界，不能污染着我们清净的慧命。要保护我们清净的慧命，只敢那有一项的功夫，就是爱多用心嘛。